是高雄的顶游，是高雄跟北高有什么不同款，人数上的成员人数不一样啊，这已经是大盘的呀、啊、哦，这个叫做高规格的等级。我母亲爷以及我们的班杯甘六中公以及环沙中公以及让春夏秋秋冬四顾行，来自咱家人的团队，敬仰党，咱的家长老师，心意很很，收听，我们来进行请金。关山东中天气风中太远，北方微寻四目自然，两宝无标抛过秋天，天德大厦东中太远，三腰不斜坐顶百千，两山齐秋万树有门，七雄一辈子不必恩人，安平何干八号一门，波翁不死气味好险，雄辉萧山得意江转，行兵乖进路路江，来请帮我们退开，这边的观众朋友两边请帮我们退开，加强有很大的啊，这个动作会比较大的空间要展演。来，再帮我往旁边退开，不然会被我们的法器等一下伤到。好、哦，尤其我们的班杯刚六代行，这个班杯啊，在翻转的时候啊，我会怕担心啊，去打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今天以及咱的家人。信仰堂，咱的师父大将来带着咱的牧羊，咱的牧父千岁，尤其我们三界将军，他的环球公啊，相传他是像猴子动物的形象，他会有猴拳的动作。那我们的谢将军是白鹤，还有很多的铁猴跟戏。小心！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快点，快点。他们都会走的。五行八卦的阵法，在观赏家乡文化的表演，它融合了我们台湾戏曲文化的表演美学，有很多啊是这个大小门旧港以及九中八卦两仪四乡啊，这里两乡
咱的金阳堂所来演出的范谢兄弟群，这个是有一段的故事。这个范谢将军啊，感情非常的好，但是有一次他们回到家乡，这个洪水爆发，两个兄弟约好在桥下碰面啊，两个人都说好了不离不弃，结果呢，哪知道天降大雨啊，这个桥呢即将被冲毁。但是那呢，缓雄公为了拯救我们的老百姓，他努力的把桥墩给保护住，赶快让百姓可以逃难。后来洪水把他淹走了，我们的谢将军回到他们约好的地点，他们说：“哎，我的兄弟哪会没去啊？”洪雾逮住咱的谢将军，找无咱的范将军，一日桥顶我看袂着你的形影，我的兄弟，你人到底伫倒位啊？我伫咧找你，咱毋是约好伫这个所在要来见面吗？我这边甲行过来，这边行过去，甲这个桥墩破破之后，我才看到你，你已经变作神。这段的表演是有非常深厚的意涵。后来谢将军看到了范将军的身体，两个人慷慨赴义，玉皇大帝非常的感动这段的姻缘。于是就有了范谢兄弟情的传说。各位，咱现场看到春夏秋冬四季大事，而且来中秋，各位会当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教练，今仔日咱的出歌要叫咱们家地区王大姐给各位给他们热切掌声，谢谢，来自我们基隆的郑银堂，谢谢咱姐姐嘉祥老师啊，您非常的辛苦。继续，以及咱东条大中时，咱的幕府千岁李林和咱的红团、咱的花团回转要来祝贺。东桥第一中心，咱木英木府千岁，下当讲甲着咱的张顺、咱的张安公，以及李敏，就是咱的李府千岁、张李木三府千岁的信用发展，是咱为咱的五条港安西府所来团圆。咱的这个淡水北头定天宫继承着咱周立木富三千岁的这个文化信仰，今仔日非常欢喜，咱的木富千岁圣尊圣驾莅临到咱的花坛。很主席，咱感染着东条睢阳城之战，咱的阿公锻炼着伊的步枪。死守睢阳城，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我们中华文化整个的文化历史都要改写。如果没有血战睢阳，没有死守睢阳城，没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我们的中华文化统统全部要改写。所以咱感染着咱东条的大忠臣，咱张顺、张安公，咱木英、木府千岁，
的是李密安的李富翁爷。今仔日咱有宗教的神家，甲咱宋朝的妈祖，坐车来护佑咱台湾报道。咱主席以及咱的执党楼主黄伯彦，诚心来相叫。几岁？当我们阅读唐朝的历史，这个安禄山叛变，哦，真的可以说是叫做乱七八糟的叛变，哦，这个张巡啊，非常的生气呀、啊，赫赫的中行令者，一个被爱叛变，哦，所以我们的幕府千岁，啊，跟着我们的张巡结为好兄弟，花大手钱来行侠上雄烈。今来感恩幕府千岁四江庇佑南方家地区，来顺安了境祝福圆满一家上扬。非常让人敬仰的，咱的幕僚幕府千岁，感恩你神威显现，感谢你守护着咱中华文化。也感谢咱幕府千岁叫办东篱啊，规工的辛苦。来，我们的轿子待会要回来，我们帐篷区的观众朋友，请帮我们退开。等一下，我们的县长、县尊啊，要来回住到我们的帐篷区休息。今天咱的幕府千岁一整天来顺安庙镇南方家地区，咱的东条的县长、县神。跟咱的宋朝，咱天人宫遥观妈祖共同来祝福南方家地区。来，再往后退，再往后退。啊啊啊！退休。